Hello, Erin.今日咧系台湾台北唔系台中嘅第二日，我哋而家会去咧彩虹眷村啊，已经 miss 咗两班巴士噶啦。通常咧就喺呢一个时间坐巴士噶啦，翻几多啊？3:58，12:25。其实台中咧，佢每班巴士嘅间隔都系讲紧半个钟或者以上，所以咧，我真系好后悔自己冇早啲学车咯。而家就冇得再住，冇得揸住车周围去，早啲学车，学咗一世。只要搭巴士去到岭东高中或者岭东科技大学，然后沿住岭东路行咧，就可以去到彩虹眷村噶啦。是的，爷爷是广东台山，然后香港，妈妈香港，爸爸广东。你们等一下可以逛回来看爷爷在不在。好啊。一十秒。中，好唔好食啊？对。佢唔係好甜嘅啫，你有冇呢一層咧都有自己嘅味道喺入面，值得一試啦。呢條龍啊，我係香港大灣河，西灣河。我喺以前喺怡敦度，怡敦度白雲飯店，而家冇有啦，爸爸媽媽都走。我哋嘅女喺呢個。香港台認咗我英文老師，英文老師去英咗，講太重嘅。去完彩虹眷村之后，就沿住永春路行30分钟，去到佛子溪河滨公园。即場開箱。
貼紙啊！有冇人開過都唔知道。Perfect. What the你個柚子好濃啊，好濃柚子味，超好食。呢個係柚子白朱古力同埋阿里山烏龍茶。跟住咧呢啲嘢咧，全部總之你買雪糕就會送噶啦，所以咧都幾抵食咁樣。雖然一球咧成90蚊，咁咧我覺得唔需要餅杯咯。因為餅杯和普通嗰啲雪糕空是一樣的。